来看一下这个大牌子啊，观音赞观音，鹅料白玉啊，这真大，大手牌，背边雕的竹子，赞观音啊，手工雕刻，漂亮。这多少钱？这个要4万，要细度啊，油性都有。主要是够大，白玉的。这是一个鹅料的观音啊，白玉的，又细又白啊。这样一个水滴形吧，牌子做工到位啊，一个自在观音，肉眼看不到结构啊，料细润啊，白度也有，观音牌子大小适中啊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8000呀，鹅料的一个观音牌啊，品质是不错。然后这儿还有一个弥勒佛，这个也是鹅料白玉的弥勒啊，然后白度细度都可以，立体圆雕的，立体圆雕啊，360度都有工，白度细度也是相当好，肉眼看不到结构啊，一看就是白玉啊。这多少钱啊？这个也28000。这个也是28000啊。这是个手镯心做的。嗯，手镯心做的。然后这个手工雕刻啊，漂亮。手工也可以。白玉的，其实好的鹅料白玉也不多啊。真真的不多。可以跟这种清白的对比一下它的颜色啊，这也是个鹅料，鹅子儿，对比一下它这个白度啊，但是这种细度啊，细度也是很好，但是这种是属于清白啊，鹅子儿，然后雕的是一个吃莲的观音，藏传的，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35000。这个35000啊，鹅子啊，全都是工好料好，都打灯无结构，料细，打灯无结构，主要是细度也好，工也好啊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赤龙的一个挂件，哎，也是这种，这个没有观音白啊，但是细度也是相当好啊。都是一流的细度啊，油润度细度一流，做的这种立体的这种赤龙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15000。这个15000。对。啊。也是细白无结构。可以看，肉眼看不到结构啊，是看不到。打灯都无结构。行吧。啊，确实是，料子细了就是好。还有个牛头啊，这儿还有个牛头啊，也是这种，跟这观音料子差不多啊，跟这佛料子差不多啊，又细又润，高脂高白的啊。这牛头多少钱啊？牛头两万啊，鹅料啊，漂亮啊。来看这块牌子啊，这个油性真好，料子的细度啊，脂粉啊，真是漂亮啊，看出细度油性还有这个有糯性啊，料子很细啊，也是肉眼看不到结构的这种料子。这儿留点皮，但是这是个山料啊，皮子是毛孔做上的，但是这个细度很好，
油性很好，但是这个颜色呢是不是特别白啊，做工啊，看着做工啊很到位啊，很精湛。这是个啥料啊？黑山料。黑山料，这个新疆山料啊。嗯，它这个颜色呢，它跟我说这个颜色有点稍微白中闪点这个灰灰的啊。这是个新疆山料啊，油性非常好啊。看见没有，非常油腻啊，看着啊，跟它这个可以跟这鹅料对比一下。哇，牌子啊，很周正的一个牌子，手工雕刻的。这个多少钱啊？这个两万五。嗯，可以啊。新疆黑山的料子啊，非常少见的啊，这样的市场啊，几乎上很少见这样的料子啊，漂亮，可以玩啊。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青海料白玉啊做的一个玉桂仁，料细啊，白，然后。也是肉眼看不到结构啊，手工雕刻，纯手工雕刻的一个美女啊。这个多少钱？啊？9500。9500。啊，手工雕刻的啊，漂亮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切木料啊，切木料来看一下啊，切木料白度啊，它会一般啊，不会太白。然后油性脂粉可以啊，切木糖，切木一般还会白肉上会带糖啊，当然也有这个不带糖的啊，做的也是这种立体圆雕的美女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一万啊，行吧。然后青海料的话就是透一些啊，但是看着也有人喜欢这样的啊，冰清玉洁啊，看着比较冰透啊。行吧。像这呢就是紫料白玉的，紫料白玉肉眼看不到结构的这样的好工好料做的这种雕件啊，弥勒佛啊。那这多少钱啊？这个得六万。这得六万啊。这就是这个啊。这个呢，这个也是六万。这也是六万哟，有点晃眼啊。白玉的，然后两个都是弥勒佛啊。啊，这个是背面留的有毛孔，三角形啊，也是肉眼看不到结构啊，紫料的啊。紫料跟山料区别啊，主要是产地跟价格上区别啊，还有它这个油性啊什么的不一样。这一个也就是20克左右，20克，十几克啊，20克啊。客价就是个几千块，小几千，行。